希望真的造起来，看我们可以能不能够让高雄也有震动小馆。桌子上阿妹看气，想让高雄巨蛋找出震动条款。顽童 MJ 16连装 KKBOX 年度风云歌手，颁奖典礼1月26号大壮顽童高雄巨蛋演唱会提前收奖。还没开始筹备。你太诚实了，太诚实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已经准备好80%，准备进行要练团。但粉丝早就开始准备引援道具，有请焦哥示范。像他们硬要给我一个嘻哈的项链，你看，不要戴，哦，这个不要戴。如果这样跳起来的时候，它很容易打到你的脸。对，对，很蠢。我没有打下这个直播。像我之前有戴过，可是它真的是靠上来，对，很痛。而且高雄没有那个震动交换。对吧？希望真的造起来，看我们可以能不能够让高雄也有震动条款。啊！至于台北场很努力健身的大渊，我扭伤后我就没来瘦，因为他们说不可以，就是受伤之后不要减肥，因为你要更多能，你要更多的能量去修复它。可是你脚痛，那跟你吃少一点没有？好冲突！如果你少吃东西的话。它没有能量去修复它，就是蛋白质或者是什么的。医生真的这样？你上网查，那上查。在受伤1-2周发炎反应逐渐消退后，则可以稍微增加牛猪羊肉，牡蛎、肝脏以补充蛋白质、矿物质锌，加速伤口恢复。因为这人体脂是降了蛮多，降了7哦。脚受伤之后7趴又回来。回来17%。